家人天，雨伞我门边。落沙沙巴雨的家人港，一只大船停伫港口，一个少年的行船人对船顶落来，来到港口的冰糕食米糊。人客，这民警予你七七的，你敢是第一摆来遮？是啊，我的船长才伫遮靠岸。安尼你是行船人咯？伫家人靠岸的行船人，拢介意食阮兜的冰啦。我甲你绍介一下，四哥冰是阮的招牌，仙草冰清凉退火，绿豆粉粿嘛真好食。请问要点什么？安尼四哥冰一碗。好，水来。这个人阁生子真缘投呢。头家娘，一碗冰偌济钱？一碗四哥冰五块。即卖外口还阁咧落雨呢，我看你无扎雨伞。来，这支雨伞借你。头家娘，这支雨伞是对倒位变出来？这毋是变出来，是对门边摕出来啦。人讲家人天。雨伞我门边，因为家人交雨，所以家家户户拢会穿真济雨伞。真多谢，明仔载我三郎一定会提来行。一透早，家人又阁是落雨天，落雨啊！唔知影昨迄个三郎敢阁会来？头家娘，我来行雨伞。来，这民警予你啦。是安怎？你无要拿雨伞？多谢。这雨伞是要拿来行的，若是阁恶淡，我会真歹势。你实在真刁滴。家人天，雨伞我门边，就是讲家人常常咧落雨，雨伞爱穿便便，哪有打的时阵啦？原来是安尼。看你这人有心。我看雨伞阁借你拿转去啦，毋过明仔载爱会记你摕来行呢。这我的船明仔载就要开啊，不要紧啦，你爱会记你，是我借你的就好。头家娘，我一定会转来行雨伞的。莫叫我头家娘啦，拢予你叫老去啊。头家娘是阮阿母，我叫丽英啦。丽英小姐，我真紧就会倒转来，请你等我。家人天，雨伞我门边。家人常常在落雨，出外拢爱扎雨伞，所以雨伞拢会放伫门边，出门的时正方便。问题第一，这出戏看煞，你有啥物感想？请讲看卖。第二，家人的天气有啥物特色？请你讲看卖。